我觉得我的策略就是要先选会有很投入的感觉。近距离的攻击。又扎一个。领导力就是很强的人都很明显辉煌，再就是没闲置，让球的攻击维持在你可以打到场内的，我拦截一个就好，一个就 好，然后你们就还是斩，然后跟攻击。子贤传出没闲置攻击。我已经在爱河里了。全明星游泳齐伟破纪录，最速男养眼画面，徐展元也嗨了。选择的方向哦，第一就是协调性、敏捷吗？然后再就是颜值跟身材。没有了。我们现在状元是谁？壮壮哦，不是。波哥第一次选人会不会紧张？我超紧张的。对啊，我只有选过飞，没有选过人。逼出太多的经典金句了。全明星第二集测试赛项目包括跳远、游泳50公尺、折返跑以及12码足球。其中啊，男子跳远出现两位空中飞人，皆以5.70米成绩并列第一。夏普阳，奋勇冲刺！成绩5.70米。哇！好，接下来是张家生。哇！成绩5.70米。因为我原本的脚受伤，所以我就改换脚的报酬。可是杰哥，我们两个也去跳一跳。我觉得可以耶。现在吗？我赌100，杰哥会赢。大概2米吧。保养眼睛的部分来啦！男子组50公尺共有7位选手打破原本徐新阳的大会纪录，壮硕度连咱们展元哥都说赞哦。我已经在爱河里了。这组然后破纪录，对不对？我要这组一定会破纪录的啊！观察的是第四水道的林嘉佑，曾经在前中日拿过200公尺自由式中台的选手。林嘉佑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，一转眼睛有人一半了，只剩下最后的10公尺的冲刺。他的还手可以是林嘉佑。18.94，也创下了旧纪录，创下了旧纪录啊！比徐新阳快了9.12秒，比林颖乐快了4.81秒，总共7位破了男子组徐新阳保有的旧的大会纪录。我自己的目标其实就是破自己以前的纪录，花了一些时间训练，对。大概一个多月这样，因为我没有测过这么快的成绩，最快就是这29秒45，我吓到了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18位男子选手的前5名的成绩，第1名呢就是林嘉佑的28.94秒，第2名是许德伟的32.50秒，第3名是庾澄馨的33.21秒。又要抢人了是不是？对，什么都还没他名单放进去了是不是？拢合理啊，拢合理的，拢合理的。